有请潘韵琪坐上五强席位。她是来自湖南长沙的花季少女，她是今年高考的音乐优等生。她初登好声音舞台便绽放光彩。我今天选择的学员潘韵琪，小潘。谢谢老师。我会选小潘，潘韵琪。谢谢老师。她是2022中国好声音全国五强梁静茹战队潘韵琪。哦，收到好声音的通知。哦，其实我那个时候还什么都不懂，就是我也不知道这是来，就是面试是什么一个概念，就是比较期待。我是哭着来的，去演两人世中。莫非早已因为我盲选的那个第一首歌嘛，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那种，就不管是风格还是一整个歌曲都比较冷门。但是，PK 的时候不是唱《深深》嘛，我发现《深深》的反响很好。深深的爱你，深深爱过你，深深的痕迹。就是可能这首歌就是更符合大家的口味。很像他，我们都一样，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。反正习惯自我愈合，如果你难过。第39，祝贺潘韵琪获胜90.2分，祝贺潘韵琪。我觉得我盲选还挺幸运的。就是能够一直被梁静茹老师就是坚定的选择，然后能在好声音的舞台上面留3首歌，其实挺多的了。我虽然可能做不到像小范一样批那么多次，但是也不是说一首歌就一直走到底的，就我觉得能多留一首作品就是更好的事情。在总决赛，哎呀，总决赛就想想还比较期待。其实我其实想做一些改变啊，想唱一些比较可能比较节奏感的歌，因为我没有试过。有想试一试，然后就看到时候的效果怎么样，老师会不会选吧。